是什么原因让丁克打完怒检举队友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哎！我怎么站到广告？哎，傻小，奇怪了，怎么是战斗狂热呢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我上一把雷克在测试这个蝙蝠啊，没事儿，测试的结果，前面挺顺风的，很能打，但后期开一团少了那个盾，威力确实少了点。我那把书主要是队友在坑啊，有时是有个 AD。那个 AD 叫什么？好像是 TFA 一个什么什么是龟，他小的一个废物，在那边戳，真的是。哎，这狮子在吃我狼哎，我看错吗？他到底为什么？哦，他要抢二是不是？我来观察一下，真的，他是要抢二哎。那他把两个小狼。妈的！我觉得这战术理解有问题哦，兄弟，你这两只要抢二的，你没二就把人家单杀了，操你妈！害我这样没三等哎，我要再多吃一个啦。来了来了，哥在，还有叫我放眼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绕。哎，来，你现在，兄弟，哇去了，哥在这，哇，有没有闪？来啊！战斗狂热敲爆你，有没有？战斗狂热前面真的猛，真的猛啊！不得好小的啦，一打二，你看到茂凯半血，李欣八成血，威尔闪翻进就是一打二啊！你们看我刚刚对于雷克山那个算血，多么的精锐啊！我丝毫对李信的 Q2 没有感到恐惧啊，我知道他一定会踹过来啊，我也知道一般的李信一定会以为自己打赢我，但是我刚战斗狂热叠满了，而且我 Q 已经准备进入重置普通的状态了，绝对会把他洗灭。哎呦，卡牌双招都在，好戏，闪牌了兄弟，闪牌啦，抓小。闪牌就死的东西，他也回头，你有看到吗？他想 Q 我，卡牌，我们不帮了。这是最后一次的 game 中，完全看出他的 sense， 相当趋近于 zero。妈的，你看卡牌刚刚都往后退一步了，已经过一步了，我们还会轻松杀掉，你就知道他这个判断差了多远。所以大概了解一下队友的 sense。又该干了，好啊，要干来干啊，来干啊！哥在，甭担心。来，借我加速一下哈。来龙脉罩，哈。回中，兄弟你回中啊，这我锁吧。好，我来干他了。这没闪，都有闪，直接挖出来一个闪翻，游戏结束，粉碎他拿守塔的梦想。看好啊，挂熊谁哦？感觉还不用闪翻嘞，你看，直接我其实可以单杀的说，让卡牌摸一下，参与，给他一点参与感。各位观众，402，我现在基本上是玩虐那个李欣啊，哥想去哪就去哪。你看他放了个眼，自以为，哼，哎，上，被单杀嘞。他刚放那个眼真的是一个挺大的失误啊，自以为看到我了，但其实。
人世间很多东西不是用眼睛去看的，你要闭上眼睛，用心去感受。你看哦，我眼睛没睁开哦，我眼睛没睁着哦，我用心去感受这条龙的血量。我刚刚不知道多少，但是我咬加重击的时候大概是672滴左右啊，大概672滴，672.5，672.5，差不多是这血量。然后四舍五入673，对，刚到了几滴哈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乱说的，最好算那么准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走走走，来来杀他，投给你。咬，有没有这个真伤？扣到最后啊，他跑都来不及跑。啊，我们也实现我们的诺言，投给他，躲一下，我顶一下这兵线。操你妈，不要跑，他会怕，他会怕。我假装狮子在上面，有没有假装狮子在上？他这样就不会意识到狮子吧？他会觉得我在背他。有没有假装狮子战？他吓死了，他现在不会打问号灯，他现在不会打问号灯也对哦。然后下路就要被狮子吊死了，看好有没有？完美！哎，没死吗？这得死吧？对啊，得死。真的厉害啊！这演员，我真的是演员，我这个演的真的很好，真的是蛮漂亮的。飞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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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他！对对对对对，吃牌吃牌，起飞，被收。啊 ，unstoppable！ 又是一波完美算计，是你们啊！一定跪在后面按 recall， 哎、欸，没血，我先撤，没招没闪，掰靠你咯。然后这个卡牌就被素人斩杀了，快要开干，快要开干，忍不住了。哎、欸，好撤撤撤撤撤。撤撤撤撤撤！我小，卡特干嘛？卡特在干嘛？冲我小！躺好会不会？妈的！要往前送，那人家塔下来。我们血量没说多大的优势啊，这个塔应该是稳的。控一下河蟹之眼，然后看能不能拿更多的资源，比如说这条火龙，或者是李欣的人头。躲、啊，没有。哇哇哇哇！直接开炸哦！素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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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纳米哈！躲 ，dominating。暴打！啊，一阵暴打！我们这个排山，你为什么不飞李欣啊？李欣那个血，他妈丢一个满血的死哥！阿妹！哦哦，李欣要来，李欣要来！哇，李欣这个踹，李欣这个踹太溜了啊！不愧是单杀西门的男人，挺溜的。真是，哼，想杀我，还有一段路要走啊，兄弟！我跟那傻逼卡牌，这群傻逼我是不同等级的、啊。来，你们开，这里我罩着。哎、欸，三小，吓人啊！哎、欸，墙没了、欸，可以哦。你们开啦，操你妈！拉拉拉拉拉拉拉，咱们拉！哎，狮子继续送，干嘛继续送啊？我看错吗？他是继续送吗？来啊！剁！翻！哇，翻不起来！
这走进送团，我看到什么？嗯，请我吃水球。哇，哎，好准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干嘛啦？不要闹啦！操妈！妈龙门要守。卡特出是啥小？手指甲？他干嘛？他是要出那个吗？那个叫什么？蟑螂屋是不是？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去 NBA 点 NBA 大。真是群废物哎，他妈躺着都不会。妈就说我 B 听不懂啊！妈单挑打出死哥，妈没看到雷哥自己分推推了半被人家单杀的，还是被死哥单杀，妈的！滚呐！操你妈！就说我 B 低了，你在那边抢兵。真是又废又爱讲经济这种人，你看，妈的，真是跟那种低能的打那个出现。前面上来帮他双杀了，妈还能送成这样，然后还被这垃圾死哥单杀，干你妈！Enemy triple kill。鸟妖，可以拆两塔。你果断雷哥，不要这么废。刚刚早点回去守，他妈这么一塔也不会掉，顺便可以反杀哎。好的好的，一发 Q 都 Q 不到，那边秀下线哦。啊，到底哎，对不起啊。好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很生气哈。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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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个可以打两个，不然就是你怎么抓都抓不死我，我可以把兵线带很深，这才叫 BD 啊！我看某些人他 BD 一路送一，那不叫 BD， 有些人 BD 是直接走到塔前送头，你知道吗？塔摸没两下，一个人来就死了，逼个篮子 BD， 你干脆在温泉过往等投降吧。哎呦，卡特总算有点用了，带出了红色手链，加上一个蟑螂屋。终于 ，finally，、可以对团队做出一点贡献，真的特别感谢卡特啊！前面虽然嘴炮没，但是很开心，真的看到你成长了，有一点用处了，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啊！有时候真的可一直啊，一再的从你们这些人身上了解到老师当初对我的那种心情。你老说哇，徐宏伟哇，你怎么这次哇，这次竟然可以考90分哇，徐宏伟今天上课怎么都没有吵，没有讲话哇？老师说他很感动，我以为他演戏啊，没有，我现在真的理解了，真的不是演的，真的是会有那种感触啊。老师也清掉，而且请注意，这一切的过程都是相当安全的，而且合法哦，不是 illegal 哦，那是很合法的扫眼过程。
相当轻松啊，没有任何的危险。你看一路扫过来，逼得他们只能压中拆塔，然后被 poke 了，然后我等下绕背闪翻老鼠，游戏结束。交闪啊！交闪，我交闪啊！你会做，你会交闪啊！别，就你会交闪啊！妈的，被老鼠喷完了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没事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！死两个人而已，狙不了，狙不了。四八龙哦，好哦，好哦，这个位置不错。来秒个人，秒个人，兄弟，秒个人，我看看。对对对对对。操你妈！操你妈 ！Nice！ 哎、欸，等下这边是踢我啊！哥帮你挡，哥帮你挡 Q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欸、刚为什么我没打到 Q 啊？我明明就是卡在他后面，他怎么穿过我 Q 到他脸上的、啊？真是奇怪啊！你想？爆打！妈的，把我 buff 球丢，还不是我送你的？妈的！啊？追我啊？追我嘛？追啊，你就追啊，你就追嘛！追啊，你就追啊！你再来啊！好嘛，你再来嘛！你就一直给 CC 没关系啊，你就不要被我挖走啊！来啊，你就不要被我拖到死。AD 还行，卡牌卡牌就是 sense 差一点啊，那不到出神，只是这个上路，还有这个辅助。啊啊啊啊！来啊！战斗狂的敲爆你！剁剁！对对对对！操你妈！操你妈 ！Nice！